嘉义艺人王少伟是在23号在 IG 限动上就透露，前往接受 PCR 检测，在今天的凌晨，他晒出了健保快易通的截图，透露自己检测结果为阳性，接下来会在家居家隔离，用平常心面对。由于他是属于无症状，从他的文字也可以看得出他的心态相当放松。